唐维星八月六日11时30分，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1轮比赛将在各主场打响。11时起，新浪体育为您直播本轮焦点对决，对阵包括柯洁主将战唐维星，连笑对阵张涛，范蕴若 PK 陈耀烨等。欢迎收看，点击进入棋谱直播间。